何为正见不偏空有？一切种子现权何实？心性自清净，诸法唯一心，无相无不相，是名为正见。用心来了解呀，什么是正见呐？就是不偏空，不偏有，这呢就是正见，是行在中道，安尼叫做正见呐。咱学佛啊，唔通即空境，唔通有偏有，咱爱知影学佛，希望咱伫正见路上菩提大德道啊，一往情深，哪个在偏在空？那一切希望，啊，都未晓要搁再精进去咯。也那是偏于有呢，啊，执着啊，万物有我，永远是我的呀，我贪着的物件永无穷尽。这呢，就是咱众生，所以烦恼，所以迷惑，一直呢都是无法度断除。所以咱学佛啊，上重要就是爱了解正见，爱有正思、正见、正念啊。正行等等啦，修行的方法无离开四体十二缘法。有安尼正知见，自然啦，咱就会当破外道有无定种种邪见。咱若知影因缘果报啦，就唔免呢受外道啦种种。无正确的道理来迷惑啦，听到有安尼啊，一个患者，一个家庭啊，啊一个囝，啊一个囝呢，十几岁，就是有脑瘤啦，受人介绍就来大拿咯，大拿医生看。确实，即马开刀呢，有较危险。不过，阿家你讲，这个刀一定爱开，爱用安尼的方法啦，会当呢及时来开啦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听到爱开刀啦，所以呢，这爸母都去问心。问卦，问出来就讲，爱伫瓦海边的大病院。瓦海边啊，大拿无瓦海边啊，爱赶紧呢来去找瓦海边的病院。啊，找到一间呢，真正是瓦海边的病院啊。开了后呢？一段时间出院啊，这个囡啊的症状呢，并无真改善，所以过了一段时间，搁较严重呢复发啦，从安尼呢又搁再上来咱的病，救人
为重啊，生命无价啊。所以，咱的医疗群啊，大家人一活来，一回比前回呢，搁较难。所以，集思广益啊，安尼经过了真长的时间的开导，家护病房团队照顾，终于呢脱离了家护病房啊。到了普通病房，大家人呢，因为付出啦、啊，关心真多，看到这个囡啊，慢慢地咧恢复啦，一份恢复的好灵真好啊！这囡啊，总是呢恢复出了最佳上好的。听到，所以迄、那个时阵呐、啊，那是会当经开，迄、那个恢复的啊，迄几率会搁较悬呐。但是又拖延时间，又是呢，等他会开刀，那就是更难咯。想看卖咧，这敢唔就是呢？这个心不静啊，所以学佛难破瓦多忧无定种种邪结，这叫做正结。咱连无正确的见解也都爱破除啦，安尼咱才叫做正结。不偏空，不偏有吼。在这个中间的正道呢，对的道路向前直行，那才是真正菩提大的道啦。才会当到达一切终地。这个一切终地呢，就是佛的智慧呀，佛道。用伊个智慧来指引，但是众生呢，根基也阁是钝啦，也阁是乱啦，所以小根基呢，佛陀都爱善宽和实，用无量寿宽卡方便啦，好来甲咱引导啦。那么，咱爱了解。心性自清净啊，诸法为一心。人人的心，人人拢是有清净的真如本性伫咧。咱来了解诸法呢，就是敢那伫一念心。咱修行就是要修的呢，正知正见正念伫一念心里。这念心若偏差啦，就会走对偏狭的路。所以啊，诸法为一念心吼，那无相无不相啦，是名为正觉。这一切的道理，咱一直讲啊，道理无相无体，但是呢？咱所看到的物件，都有伊的物理、伊的道理存在呀。所以讲，无相无不相啊，这些物件敢唔就是一切和合合成来成形吗？不管花花草草啦，都有伊经济的道理。需要四大因缘呐，来解汇合，在这个空间来成长啊。啊，这因素那解分开啦，那就无有相吼。所以啊，这个无相无不相吼，咱也会当了解。咱对这个相，咱都无迷啦。
一切看得到，目睭看得到的物件，咱若拢总会当了解，咱都袂去互伊迷去吼。所以正面的文呐，四个加也吧，虽略为说，以种种也呐，令得正见。佛陀呢，也智慧。一切宗旨啊，随顺众生的根基，随力为善吼，是不是有这个心，有这个力量，愿意呢去承担这个责任也无？所以以种种缘，哈、啊，爱看因缘呐、啊，令得正见。或者的人呢，人人呐、啊，这个见解，那看开、看透彻啦，才会愿意呢，发大心、立大愿呐、啊，成这个力量呢，承担救度众生的愿力，这些佛陀的用心哦。那下面接下来一段文讲吼。家业当知啊，譬如大云起于世间，遍覆一切，慧云含润呐，电光洪摇，雷声万震，力众业移。这段经文呐、啊，所讲的。大云属雾，大云那密集的时啦，就是怎样，雨就是安尼落落来，遍布在大地上，安尼呢，令人万物啊。亲像安尼，云集啦，雨落啦，安尼呢，伫这个干旱的大地呢，万物啦，都隆重呢，受这个雨来给滋润。无差，不管是大樟树、小樟树啦，无关系，河啊、川呐、啊、溪啊、池啊。隆重呢，就是水会当头归啦，所以大云属雾啊，令润万物，隆重是真平等，无差啦。大云都披露佛的用心，只爱佛陀啊，用心人间呐、啊，这样。随机缘示现世间。佛陀一切因缘成熟啦，来到人间，从六亚万开始，就展开了弘法利生的工作。所以啊，真体起应世法吼，那从安尼这个道理啦，在这个世间成佛了后，普遍呐、啊。却去到处呢，去宣导吼，这个佛法啊，降恶之道，这就亲像如云之星，
啊，这个魂呐，开始呢，就看到魂，就亲像佛的应身来到人间呐，随应众生需要呢，就施法物吼，施法的众生，所以呢，遍覆一切啦，示现慈悲，福荫三界六道众生，普化根基啦，这亲像魂吼，迄、那个遍覆一切，天空有魂咯、哦，哦，这是表示呢，既有魂来呀，就是有好会当遍覆吼，这就是表示慈悲。佛陀的应身来到人间呐，伊的慈悲呢，就是普遍，唔只是人间，咱所看得到的一切，也阁有看未到的三界。三界就是咱众生呢，的心欲欲界、参间呢所看的心所贪念的色界。那么甚至呢，连这些色拢无看到啊啦。唔过呢，这内心啊，起伏不平静，的烦恼无明，这叫做无色界。离开了这些有形有色的物件，但是呢，内心啊，也是同款起伏。我爱这个物件，但是这个物件现在我得不到。啊，这个物件离我真远去啊！但是呢，我的内心也搁放不下，也搁是呢起伏哦。或者是呢，我这个人，哦，伊对我不满啦，重伤我，加害我，那好我拖磨真久啊！这个人跟我离开啊啦，我的心，我的魂啊，我也搁伫咧，亲像安尼，已经无声无形啊啦。伫我的内心呢，也搁是，也搁是烦恼重重，这种呢，就是三界吼。那咱凡夫众生啊，这种有为法啦、啊，定定覆盖伫咱的心去作为，那佛陀啦，伊亲像一片云呐、啊，要来降下雨水，施法物啦，和咱呢这个内心啊，的欲个色啦，个尘沙无明呢。安尼拢解起底，这叫做遍覆一切吼，那破坏根基啦，佛陀一切种地呢，种地种见呐，来引导咱一条呢正修行的路，这如云遍覆，和咱的心嘛。会当接受到法物来滋润咱的心，这是佛陀的智慧，也是佛陀的慈悲吼。那智慧心魂呐，含藏理论呐。这呢，就是佛陀的智慧啊，第一的佛心无用所结以来啦，就是不断累积，来来回回啊，作
道生的因缘来理论众生，因缘成熟了，他就应心不相行道。开始因缘成熟了，他就应化的人间加比罗为国王宫的内底出生啦，经过应心不相安尼行道啦，这呢该随地会行，这个经过，就是随这个地会的行为吼，那各位慧云，安尼叫做慧云啦，这令论众生啊，各位含论吼，啊，因为含种了这么正多的法啦。所有天地万物众生，尤其是人类呢，内心的世界顶顶啦，拢会当接受着佛陀的教育吼，啊，滋润咱的心地吼。那再譬如啊，就电光弘扬。譬如这电光，那就是佛应心吼，那应心佛啊，应世间人的心业，这同款爱立他呀，以凡夫啊，同款的心性呢出生的啦，这该有大光普照，既然出生在人间，表示这个人间呢光明啦，慢慢的长夜呢就黑暗，人间的黑暗已经呢出了这个曙光起来了吼，所以啊，如电光明快，叫做弘扬遍照，佛法呢就亲像一把灯火。只要有了佛法入心呢，咱的内心就光明起来啦。佛陀出世就亲像呢，安尼天光共款吼，那就内心完整。一个雷啦，哦，响起呢，拢真远的所在，拢听会到。那譬如应心佛的巧业，即数无碍变吼。那佛陀的巧啊，所出的声音，所说的法呢，亲像雷震同款，那无有虾米该隔碍着。那么佛教呢说法，那有数无碍吼。那说法呢，如数诸好伫咧说法，嘛是声音洪亮啊，会当人人拢听会入去吼，听会到，听会入去，有法度接受法。以数诸好起来呢，必受戒惊吼。这呢，就是讲诸魔劣惑啦。那正法会当通破敌邪法啦，这佛的法音嘛，会当通圆融吼，会当应
一切众生的根基如雷贯尽，所以临终也已。大家人听到呢，啊，大家人就真欢喜啦。所以应心佛伊的三业吼，那就无有过失。三界导师啊，要来引导众生伊的心性啦，就是清净、现安尼的心性，予大家人会清楚，这是心业。清净，口业清净啊，当然呢，意业也是清净吼，那无有过失啊，如苦海中自旁，好亲像伫苦海中伫咧颠簸的众生，得到呢迄个自旁啦，所施的救度吼。概念五次三性众生啦，性欢喜得利益吼，这就是啊，茫茫大海中啦，只爱呢有看到船，那就是会得救啊啦。所以电摇，所以放光动静吼，那雷震呐，就是会当立。恶人、八人呢，就是譬如呢，可以那推灭寡道啦。这呢，就是表示大分之德吼，就是啊，这佛陀应现人间呐，具备了真多的这个德呢，在一起，所以咱学佛啊，爱会当了解吼，了解。这个正见，正见就是不空、不偏呐、啊，不偏于空，不偏于有哈。这念的心念正，一切呢都是正啊。所以期待人人用心去体会魂甲火呢，对于人间呐、啊、是偌呢正重要，就是亲像。正反呢，在咱的人心呐、啊，是乱而正，迫切，咱爱去体会理解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。